记得吗？有一根冰棒，那是从前最快乐的事啊。有多久没有在夏夜的草原上奔跑？你快乐吗？自从你长大，你压力大，因为你工作忙。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忘了你曾经有多么天真，不管有多少的苦都背着。妈妈说做人要实在，努力踏实不怨天尤人。忘了你曾经有多么快乐，只要一点开心你就笑了。把自己的心房重新打开，再次天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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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在现实穿梭，当岁月没空陪你聊生活，让悲伤在你眼中打转，无数的泪在生命的转折后悔。忘了你曾经有多么天真，不管有多少的苦都背着。妈妈说做人要实在，努力踏实不怨天尤人。忘了你曾经有多么快乐，只要一点开心你就笑了。把自己的心房重新打开，再次天真。耶，好，大家好，我们是爽乐团。耶、yeah, ，欢迎爽乐团，今天来安大明星现场唱歌给大家听。建安哥好，你们好，你们好，建安哥好。我现在有一个，我们是新专辑要送给建安哥。哎、欸，没错没错，耶、yeah, ，谢谢谢谢。我们新专辑都只是过程，都只是过程，欸、不是专辑啦，是杯垫啦、啊，是杯垫。对对 对, 對, 對，我们这个杯垫要送给建安哥，杯垫。真的谢谢，现在送我一个爽杯垫。对，谢谢，很好用，很好用，耐热耐热的，耐热的吗？对 对, 對，耐热细胶做的哦，这还可以垫泡面。好。真的，这个其实发一张专辑不容易，然后又愿意把专辑做这么多那个细节的设计，也表示你们大概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对，因为这次其实跟设计师啊也有很多的就是沟通，对，设计师其实很用心，
我相信，我相信你们应该各方面都有很多的设计，包括就这四个小帅哥他们现在身上的衣服也都是服装的，绝无仅有，只有这套这样子。没错没错，对，这也是一位新生代设计师阿卡设计的，是是是，那完全手工，完全手工，全手工，对，所以除了这一套穿烂了就没有，然后穿烂了就表示宣传期结束了。但是我们修补一下再继续穿。哦，对对对，不会啦，然后修补现在都已经破了，哎呦好可怜，现在都破成这个样子。不，这个是一个新的想法啊，就表示公司对你们也有很多的期待啊，才会投下这么多的心血。对，谢谢我们的公司，我们的老板尬音乐，真的是是，谢谢那个子红老师嘛，子红老师，对，子玲姐姐，对，子玲姐，对 ，Molly 姐，我们最辛苦了，对。有有有，我知道那个他对你们很多期待。刚刚你们在这边那个试唱歌的时候，然后我刚刚跟他在里面聊天，然后提到他对你们有很多想法，哇，就讲了你们就像天下最棒的孩子一样。谢谢，所以你们要符合他的期待，对，但他还是跟我说。今天带杯垫来送我，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笑的。他本身人也是蛮幽默的，有啦有啦，听得出来他那个说话里面是充满了爱，这样子对你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哎，我们有四个人来，一定也要好好跟大家自己各自要报上名来，让看我们节目的人可以好好认识。而且今天啊，先跟大家说，因为这是爽乐团的，算是爽乐团元年嘛，可以这样说。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爽乐团想说借这个安安大明星这样的机会，然后正式来跟大家打招呼，然后也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还送今天他们要送三张专辑。哇！所以他们今天有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节目。设定的那个游戏的方式，大家这个一边看，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透露一下，持续在这里进行那个节目的锁定，好不好？然后认识一下爽乐团，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就从那个在我身边是团长，对，大家好，我是爽乐团团长小乐，耶、yeah~ oh,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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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 yeah, yeah, 再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爽乐团吉他手维轩。吉他手哦，维轩哦，哪个维哪个轩？四维八德的维、哦，然后车杆的轩。车杆轩哦，对，啊，你是哪个小乐？我就是很快乐的乐，很小的小、哦。因为我们也有认识一个小乐哦，那个小乐很帅，对对对对，好，刚好是他弟弟。哦，还好意思吃人家豆腐，真是的。好，那这是主唱喽。好，大家好，我是爽乐团的主唱洪中，麻将的那个昂丁啊。对对对，我刚刚就想说，我也一直记得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的很勾嘴。然后我就刚刚在问说，不好意思，那白板跟发财有来吗？你知道吗？这样哥其实每次大家都会问我说，啊，请问白板跟青发在哪里？我知道你刚才已经有跟我讲，真的也是一个烂梗，但也是蛮好笑的。对，但是没有，我下次决定把他们带出来。不要，不要带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子。对，出来的时候不需要带他们陪伴你，但是你人来就好。好，没问题。就网络上查就 Google 一下，就有他们的照片啦。也不用那么麻烦，而且每个人长得胖高矮胖瘦也不太一样，对，没错，所以也不知道你带那个是不是大家喜欢的，也是啊。但你可以把那个烂梗做完，我说，哎，洪中啊，那白板跟发财在哪里？哦，白板跟发财哦，不重要，洪中比较重要，对。对，那刚刚的那个烂梗是跟我说在麻将里，我就很闷，烂透，好，烂透也是懂梗，没错。哎，你是唯一戴眼镜的，还是他们戴隐形的？咱们有些人偷戴隐形的哦，是哦，對對對，那你为什么不要？因为我觉得戴眼镜比较有武装的概念。你要武装什么东西、啊？没有，看起来比较帅了。哦，对嘛，對對對，就讲实话，你知道人对自己的那个外表都有一定这个要求，所以你喜欢的那个服装也是像，因为他们给你的比较像个大侠。对，那给他们就是每个人其实状态跟风格都不太一样。你的真的是很搞刚哎，你那套大概已经用掉人家设计费的三分之一了吧、欸？说不定哦，而且这套非常的热，真的吗？所以冬那个时候夏天表演的时候，我都是最那个时候夏天，现在就是夏天，现在就是夏天，夏天夏天对对，刚进入夏天的，你果然热昏了，好，对，刚进入六月的时候就快热昏了，这样。哎、欸，那表示你的敬业啊，这么热的衣服你都还愿意把它穿在身上，对，用生命在真的，这样子洪老师会很开心啊，觉得真的现在孩子有救了，就是愿意这个为了这样的那个事情、嗯，要让大家建立那个很重要的视觉印象嘛，所以这很重要。你看聊老半天还没让你讲名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爽乐团的贝斯。我叫李毅 ，Hello。李毅哦，不是、yeah. 不是六月他们家那个李毅，就是那个没有廉耻的李毅。你不要这样讲，你是没有，你是李毅廉耻的那个李毅这样子。那我们那个有个那个爱玩客的主持人也叫李毅、哦，对，那个李毅大哥、哦，好不好？好，今天爽乐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上安大明星，刚刚是听到你们的现场演唱，这首歌叫什么？再次天真，再次天真。对，所以要写的是怎样的故事？就是我们希望啊，每一个人就是这一生中都可以有一颗很玩乐的心啊，
对对对，就是很没赢哎，一整天都在玩乐，这样对，没有，就是要工作嘛，可是不要只是工作，要去享受工作。不行啊，工作也要一个礼拜都有五天哎，那个玩乐只剩两天而已、啊。可能是我很爱玩乐吧，在工作中找到乐趣。那是因为你们是玩乐团啦、啊，就一边玩音乐一边唱歌一边工作，觉得开心吧？对对对对，你不知道在办公室打键盘帮你们写新闻的多苦啊，然后在那边想要呵呵，然后在那边拼那些字，然后找那些灵感。是蛮辛苦，各行各业不一样。唱歌真的让你这么开心吗？唱歌哦，对啊，也不是随时都是很开心的。怎么说？对，因为其实唱歌也会，当你每天都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就是要一直唱歌啊！你这辈子就这样一直唱就对了。对，可是不然你这样对得起人家子菱姐姐吗？我就是这样觉得，就是突然这样子沉淀以后，就觉得说再次天真很重要，每天都要找到初衷。所以其实成团也不是，就看起来大家年纪都不是很大，都是还是小孩，但成团很多年了，成团大概七年了。你看几岁开始跟大家一起玩音乐啊？从大概2012年吧，2012那年你几岁？不好说是不是？那时候大概高中三年级。你高三就开始组团？开玩笑的。对，那时候其实大概21吧，20，就整个我的也还好，对对对，人生就是。从21岁开始，然后慢慢有更多的想法，到了这个25、26、7、8的时候来做那个爽乐团元年，也算是一种缘分、啊，也不错。对对对，这年我给自己设，你是这里面最资深的吗？还是这里面大家一样的资历？都差不多啊，因为你们都有进进出出嘛，做乐团常常就是有人来来去去的。对对对，你本人是这样从头到尾，目前为止他是创团的，对对对，但你为什么没有当团长？我没有当团长，因为我觉得团长要会开车，我不会开车。哦、是，对，你们有规定团长会开车？对，我们团长每天都是在我们到处跑来跑去。哦，是啊、哦，你好辛苦哦。不会。所以你是他们在家训班找到你的吗？对，有可能。真的是去家训班真家训班贴一个单子说真团长，爽乐团真团长，那条件会开车。对，很酷。会不会乐器没关系。真的？为什么你开车让他们特别享受啊？还是怎么样？应该就是说只有我会开车啊，就是我们大家里面只有这样很辛苦哎。其实表演要做很多的准备，然后精神都很集中，然后。你们都在唱歌，他在那边扛，这样怎么对？他走在路上的，对啊，所以这就是团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厉害的地方。其实我们都想要帮他share开车这份辛苦的职务，但是他，我真的觉得你也听得出来是一个嘴炮而已。对，他们都在电动里面开，不给我们开，每天都在电动里面开一开，然后说，我懂。对，哎，你这样子，那在表演的时候，你的工作，我是键盘手，那你会就弹错没关系吗？他们会包容我。对，因为他们一怕他们如果一骂我说你刚刚弹错，我可能就会刹车跟油门就故意就对，就可能踩错了，这是真的。大家他会越开越快，那是因为他今天嗨吧？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演出啊怎样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他曾就是言语上不会这样，他那你会发现车什么。然后突然又快跟人家对撞，我就说没有啦，其实今天不错啦。哦，你没有，这是真的，这不是开玩笑。也是会想一些那个有的没的。对对对对，像从刚刚聊到现在，有一个人啊，你就不 Q 他，他也不会自己抢话，他也不讲话。那、你今天维轩，你今天有来吗？你人在现场吗？你刚刚都不说话，发生什么事？没有，那个我平时比较少讲话，真的。对，所以呢，平时不讲话都是干嘛？在跳舞、哦。我就会观察大家讲。干嘛观察？你在乐团里面，那你的工作是观察员。观察员。对，一个观察员。那你在那个表演的时候也不会出声吗？可是我刚刚看呢，在演唱过程当中，就是要做某些简单的和声里，你是最带劲的，你还会提醒那个旁边小乐团长，还会哎，我烂了，感觉是蛮好的，唱歌是开心的，所以喜欢站在台上表演的感觉。喜欢、啊。你这里面谁是最资浅的？他吧，就他，因为他现在在读大学呢。哦，你现在还在念书？对啊，对啊。天哪、不要被他们带坏，我要好好念书。我会认真。好烂哦，干嘛说？他们俩看起来就顽皮。你在念哪边？好说吗？不好说，没说，没关系。好说。念中原。哦，中原大学哦。哦，辛苦了哎。这样表演的时候，学校在桃园那里不是？对，因为我们都是桃园人。哦，你们全部都是桃园人哦。都是桃园。我们用跑步就可以跑到对方的家里的那种。哦，这么近啊！对，很近啊，好，哦，所以算是一种小时候玩伴的概念，也不算，
高中认识也不算，我们算是在乐器行认识的，就是乐器行，对，我们在乐器行教课，当乐器老师。你们都是老师，哎呦，不好意思，各位老师，不好意思，哎呦，失礼了，怎么好意思？赶快板凳坐三分之一就好。好，老师在课堂上就是呈现的状态是比较机车的，还是就是比较有爱心的那一种？我觉得我们都算是，我看你就知道你是个贱人，所以你就要骗我。对，因为人生就是个贱人。我知道，这是完全是你，真的是哎，对对对，真的人生就是个贱人，就是他们的歌的名字，真的是很有事哎。对啊，爽乐团说爽都只是个过程，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爽是一个。爽是一个生活的状态，态度，对对对，因为大家都说热血啊什么那个都大太常有人说了，对，那我们觉得说做到最好不如做到最爽，对，天哪，话都给你讲好了，当然你讲的还好，谢谢谢谢，开心很重要啊，对，要让大家建立我们那个全部喜欢你们的人对自己乐团的印象嘛，这真的很重要。那我们今天玩游戏的方式就是写一个爽，然后分享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然后再 tag 两个他的朋友吗？还是要三个？你说什么？分享就好。他说爽，写一个爽跟分享这样就好。爽，他说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样子，然后就可以那个有机会让看我们制作人有没有爽，他就会抽出来三个人送专辑。他现在有没有？他这个pose 也是一个爽的意思，对，煞气的姿势。对，但是他有跟摄影大哥有沟通，他从来都不会入镜的，他进来就是一定要哇，那皮肤就是都准备好了，然后其实他旁边是也是有时候脸也是看起来蛮机车的，感觉大家应该对他蛮有好奇。大家没有人想看他，你不用 cue 他，真的吗？就只有我在 cue 他而已，不用理他，不用理他，他就跟那个啊，他。Intercom 里面那个导播他们都联手，他们现在应该都在讲我坏话。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现场氛围就会传过来说现在有人在那个副控里面很爽哦，然后干嘛都跟他就跟现场这个爽歌，然后两个人就串成一起这样子。不错不错，我们不要让他们独爽，我们来唱歌自己爽。 好没问题，先来唱首歌，再来等一下来开箱。你们今天带来这个专辑我真的跟你们说我不会讲客家话，客家话就是个贱人哎、欸，人生就是个人生就是个贱人，所以你们应该叫人生乐团啦，因为你们是四个贱人。对，那我们要穿那个人生装这样。我觉得我们插题了，不好意思，他们是爽乐团，我们是爽乐团，现在要跟大家来唱他们今天带来的第二首歌，就是算是同名主打歌的概念。没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打歌都只是过程，好好唱哦，好不好？这这么重要的歌，好，来欢迎爽乐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小的力量也可以改变，为了自由你勇敢捍卫，为了生存低头很美，谁说快乐一定要追随，谁说悲伤我们不能妥协，我的完整是我所愿，就算这一切都只是过程，不要放弃你想做的，即使别人的眼光对你暗淡了，都只是过程，不要绝望，就在此刻，为的只是想让自己感觉活着，为你的人生作证，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割舍，谁说老了就不能冒险，谁说过的话谁会记得，谁做的梦又真的实现，其实这一切都只是过程，想做的，即使别人的眼光对你暗淡了，都只是过程，不要绝望，就在此刻，为的只是想让自己感觉活着，你看不
中敲打你的后悔，还是我们心里的依偎。遗憾就是你手中那包抽不完的烟，遗憾是我们未完成的血，遗憾就是你手中那包抽不完的烟，哦，遗憾是我们未完成的缺。谢谢，都只是过程。弹到太激动，吉他都断弦。真假的？真的，真的耶，真的断了一条弦。那怎么办？对啊，好激动。那还可以，这个没关系，这过程嘛，对对对对，过程都只是过程。那节目总会录完，你回家再换弦哦，好吧？等一下就五条弦这样子弹。对，我刚刚就是。你有弹到你自己吗？没事吧？没事。哦，真的，所以你人生弹断过几条弦了？哇，二三十多次了吧？对啊。都在表演过程当中吗？在表演过程中大概有三次。他就啪就这样断线。你刚刚发生什么事？你刷太用力了。刷太用力，太嗨了。你也是很嗨就对了。就这样了。哦，所以你家有很多弦，就随便回家就有了。没有，还是要去买。啊，然后你不是那个哦，那乐器行是你们集合的地方，不是你自己开的。所以为什么音乐人通常都没什么钱，不好生活，是因为都在断弦，都一直买弦这样子。哦，是哦，阿弦。对，一包好的弦大概也要400-500。哦，啊，里面有几条弦？就是六条。哦，所以你这个就换就要全部换。对对对 对, 對、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我们太失礼了，就是对这种事没有那么专业。不会。哦，那你这样换弦要经过一段，所以现在五条弦可以弹出一个什么样残缺的那个美感吗？可以，可以弹出人生残缺的那种感觉。没有，人生没有残缺，这就是说，你说它是美的，就是美的。哦。对，五条弦也可以做出6条弦的效果。对对对，还是可以弹出美妙的歌曲。当然，你在最重要啊，吉他只是你的辅助了，我们把这个丢掉吧。好，就丢掉它吧。清唱也是不错的，真的。行，清唱也不错。洪总，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这么会唱？我没有，我不会唱啊。那你刚刚说要骗人的，你刚刚是放录音带哦。对。哎呦，干嘛那么故意装谦虚？没有啦，没有装，因为会唱的人很多呢。我知道，但你今天来，你敢担纲主唱也是有自己两下子、啊。没有，因为他们真的是还好，就让你所以就让我唱。他说你们烂。对。没有，我说唱歌就是比较，就是他们比较没有。我们 focus 不是在唱歌上。那你本人 focus 重点在？我本人是 focus 打传说对决。好烂哦、喔，什么东西啊？还有跳舞。哦，没有啦，又乱挖洞给我跳了。你是跳舞的、喔？没有啦，我不会啦。啊、不是他是乱，他是键盘手啦。对，键盘手啦。所以写键盘手写歌给谁写？还是都会？大部分的歌曲都还是我，还是我写的。哇，才子哎，没有啦，真的是。现在会写歌的人很多啊。那你回去啊，我们今天就不用做节目，你来干嘛啦？我随便，不好意思，去外面帮我找个会写歌跟唱歌的人进来，然后卡在这个位置。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团啊，就是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这个人就不多，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也对，对对对，人生当中嘛，就是他们算你的算好朋友吗？还是只是算，还是凑合一下算家人？哎呦，这真的不是天哪，这么有情有义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上今天哥节目，就是好像大家装很好这样。你没有，你也不会，你又不是这种人，你平常也是蛮无情无义的啊。哦，今天哥怎么知道？一眼就看穿我的人设，好厉害啊！我都伪装不了的，是不是？这里面最无情的应该就是他第一名，这应该是我。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天哥，我不知道，因为以前所有的团员几乎都是他踢走的。不会啊，因为他想要囧，好吧？也不会啦，就是他也许就是做。一起工作理念很重要，还有共同的目标。对，那在过程当中可以讨论，要接受不一样的意见，但最后我们做好一个互相之间的进跟退之后，那就要往那个方向去了。这样哥真的人很好，一直救我。不要，刚刚我差点被踢到一个深渊里。不会啦，没事。那，你就是最不可或缺的啊，所以你的旁边的人必须跟你一样，有一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就是、不然把你拿掉，这个团就不用发了。就没有人唱，没有这个团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拿掉。我懂。你少在这边地方又在给我装学姐。现在坐在这边。现在呢，我们来进行今天带来专辑的开箱。你知道这个专辑呢，其实是有来历的。现在敢一次发10首歌，但除了子红老师以外，就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敢这样花这个钱了。而且做得很厉害。对，打开之后啊，一关还有一关关啊，
对，这是封面，关关，对，这个是一个爽，哎，他连爽啊，那个文字啊，都有那个不一样的，特别设计过，对对对，圈圈叉叉，圈圈叉叉这样，叉叉圈圈。哦，有有有，人生就是人生就是个是非题，对对 对。然后等一下，我、哦、等一下都在这个，好，那我跟你讲，你看这正面有字哦，上面都有浮水印的字的概念，对，这边是爱恨情仇，对，这边是生老病死，这八个字是你们这次专辑很重要的某个想法，谁来讲一下来？主轴，对，整个专辑的主轴，因为过程嘛，人生，那这八个字就是人一定会经历的八个字，嗯，就是在生命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对对，就大家总合起来有这样的状态，所以刚刚那两首歌分别有我们已经演唱过的两支歌，大概有各自有什么定义吗？来，谁来讲一下？定义哦。这个让维轩来讲一下好了。开场进来那首歌是，开场进来是再次天真。对，再次天真。它代表是生。哦，是再次天真，说错，是老。哦，是老哦。对对对。他最小，你第一个最小的讲老。你最老，你自己讲啦。是老啊。对啊，你证明他最老啊。对，因为其实、他现在不开心，他断弦，他整个人心情都不好，他断了。没有。他现在整个断弦，整个没有，因为他现在用背，他现在用那个一直用背影在跟你。那个相处，他心里想说，等一下要聊五百，我知道了，没有没有，因为坐在那个位置啊，就是本节目强调就是自然光，他脸上就是会有太阳，所以他其实有点照在我脸上，你就往后躺啊，就有没有就找一个自己爽的角度，吃其爽。那各位你们先聊啊，好好好，但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爽之余也要帅哦，好好好，啊你说是老了，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人啊，耍老的老。对，白老的老，我觉得人的年纪无关于老或年轻、哦，但是心态就很重要了。是，如果今天就是什么都不好奇了，什么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热情，所以你的老是指一个就是对一些这种所谓的新事物或周边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他的探索的兴趣的，对，没有那个初衷状态，对对对，不一定在初衷啦。我能想说，就反正就是你的概念哦，是，所以你是年纪很小的时候最有探索世界的热情。没有，因为我也是觉得自己渐渐失去了，所以就写天哪，他老了，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写这首歌来就是告诉自己，就是说对，就是不要老。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是说你要快乐，你就可以一辈子都快乐。真的，对，要不断的就是来回这样。嗯，哎，你这个图腾啊，还搞得像那个世界名牌。它其实是一个迷宫，它是迷宫，而且它可以走。对哦，真的、哦，对，他真的可以走出来，走得出来的，对吧？设计过，真的只有一条路，还是这样跟、啊是哦、这样跟我们现在走一下。你等一下说，你说把这整个打开也是一个大迷宫吗？还是只有这个这个里面只有这个杯点？啊，它可是它没有写起点在哪里啊？哦，有哎、欸，对这边，然后终点在这边，对。然后走进去，哇塞、欸！欢迎大家，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游戏了，那就去买一张，就是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满足，还可以走迷宫哎、欸！而且我跟你讲，转过来这边，就打开还跟你说，来从这里开哦 ，start， 从这里就开始，我要开给大家看。很像在玩游戏。哎、欸，那外面这里也有写一个 start 跟 end 的，所以它也是吗？起点、终点，这外面这张也是大的迷宫吗？可这也是迷宫啊！你不要下跪，快不要这样子，你快吓到我！哎，他打开以后，他们这很 gay 啊，我就觉得这有是挺文青的啦。打开那个歌词就在上面，对，密密麻麻的，对，就不用就是再花多的字有一点，对对，然后就一阵上，然后打开这上面，这是第五首，第二，这五四，哎，也没有照五四三二，你也是很反骨哎，就自己乱排。就知道外面的，反正就打开啦。那重点来了，就这中间就是感谢状，就是所有的那个幕后人员跟参与的那个所有的大家。对，没错。就打开其实看起来挺有时尚感的。你们真的花很多心思在把自己做成一个有自我状态的团内。嗯，自我状态很重要啊。当然当然，对对对，就是你们希望在这种混乱过程当中找到一种特殊的。那个态度，对啊，对我们的态度，然后这个态度其实还蛮有质感的，跟你们那个看起来就是个毛屁孩，就是其实也没有，对啊，我人生来了，他刚刚跟我讲一件很好笑的事，中间这个啦，各位亲爱的朋友啊 ，CD 底机啊啦，对对，但是啊，他没有给你拿起来的意思，他就说不用拿啦，反正数位都有，对对，但是所以 SCD 上面也没有特殊做什么烫字或是。其他的介绍，
但是他真的很贴心啊，他刚刚那个洪中就是说，现在哈 CD 都拿去当杯垫了啊，你也不用烦恼啊，这就是一个杯垫，就是个杯垫，对，哦，这很贴心哎，对啊，这杯垫在外面卖多少钱？这个这是真的耐热细胶哎，这个成本都在这上面，我知道啊，你们真的是很搞干货，然后真的要拿起来也是可以，但你应该会舍不得拿，因为真的还蛮漂亮的，那刚刚又听哦，拿来垫玉米浓汤什么耐，真的人好哎，就是不忘就是希望我们在吃饭啊，休闲啊。只要就是生活的时候，都把你们的歌拿来当陪伴这样子。对对对，生活用品。然后拿那个杯子拿开，就是我如果人生觉得有点就是厌世的时候，还可以去走那个迷宫。哎、欸，这个好像不错哎、欸，这个不错。厌、這、世、個這個、的时候走走爽乐团的迷宫吧、啊，然后走一走就是觉得天哪、啊，人生怎么一直绕不出来，就更厌世。因为我们设计师设计的很简单、啊，走得出来的。哦，真的吗？对对 对, 對，好啊。没有啊，让董念，嗯，对对对对对，走绕过来。哎，不好意思，我个人就是玩乐了起来。哎，这些想法当时成为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看到自己的变成一张 CD 的那时候，应该蛮有点小兴奋的吧？很兴奋啊，很兴奋。就这个时代就都在数位发行了，然后在实体上面还愿意帮你们在那个爽乐团元年的这个作品里面。做的这么让你一定会难忘的那个，对啊，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没人要买嘛，对啊，对，就是给一个收藏的理由，对啊，对啊，想法可以啦，大家马上去看一下现在的设计师，就大家理念上面都越来越有自己的创意，而且都很贴近某种那个时尚的感觉。你喜欢这个杯垫吗？我非常喜欢，我自己都有在用，真的。哦，对对对，真的很烂，就是自己都有在。我自己都有在用杯垫啊，泡面。啊，所以你说自己在家里自己用这一组杯垫，也是用这组杯垫。怎么好意思？我们家杯垫就会跟你家一样哎，真的假的？那很好啊，这样我就 po 一下。泼到脸书说，今天的杯垫是跟健安哥用一样。怎么好意思，我们拿的就是说你是爽乐团，我是跟你一个用一样杯垫的人，这是我们的荣幸啊。哪里哪里，当然是这个。我觉得做音乐嘛，那如果在一些这个听音乐之外的其他的那个细节上，可以让大家也得到不一样的满足跟探索的那个意愿的话，应该对你们也是一个不小的帮助啊，对不对？我觉得大家，我很希望大家就是用心听这音乐、嗯。对对 对, 对，我们刚刚讲那些沙打开之后，生老病死啊，还有包括爱恨情仇，就是你们各自为这八个字都有做了一首歌，对，代表这个你们要传达的意念，是这样讲。对对对，每一个系列都有一首歌代表，所以你从第一首歌开始听到最后一首歌，你就把整个人生都听完。嗯，对，但是也没有到每个人的整个人生啊，也没有啦，就是现在这个定义，就在你那个这一年的人生，对对 对, 对, 对，每一年也可以帮他自己做一个稍微的区隔。对啊，你看他真的自从断弦，他就连抢话都不要了，他现在整个人生，他人生都已经随着那条弦，然后他心情都不好了。我真的觉得你们讲的话真的讲到我的心坎里、啊，我真的觉得太好了。所以你现在是在就是一直被我们感动的意思吗？没有没有没有，现场今天好像只来了三个人，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洪中，一个是小人，然后都没有。我跟维轩在打酱油。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做一个区隔，就是刚好爱讲话的人就被你们当各自把他们做一些那个，感觉也是蛮有一些设计感的。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是蛮有设计。没有，其实平常我也蛮爱抢他话的。对对，有啊，你刚刚进来，你就自从那条弦断了以后，你整个人。你那魂都飞走了，真的真的。天哪，他吉他变六分之五了这样。你是今天出门才换，刚换新的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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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一套弦是什么女朋友送你的还是什么？然后突然间断了，你就不开心。就是普通的一条弦。你也知道古代的时候，你有看过那种就是武侠片或者古代那种古装剧吗？他们在弹古筝，噔，然后突然断掉弦，他们就哎、欸、天哪，发生什么事？你有印象有这种桥段吗？金庸很常出现这种。哎、欸，对对对，就是这样。哎、欸，这是什么？是什么要提醒、嗯？就提醒你今天要在这里记得要说话，是，不要只是摸着你的吉他，对不对？好歹你知道那维轩至少坐在他们两个中间，就不小心要 take 他们两个的时候就会拉开就有啊。你不讲话，就是我们也会以为你没有来，那、哦、也是有点那个心。我在旁边当吉祥物，对，没有啦，也还好，没关系。小乐比较适合当吉祥物，也 OK 啦，还是让我当吉祥物，真的。哎、啊，来唱歌啦！十首歌，今天刚刚唱了两首都是新专辑里面的。对对。那第三首，洪中想要跟我们介绍哪一首歌？唱这首，我觉得就是在收录在我们里面的情的部分好了。情的吗？对，因为这首歌其实 MV 啊，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帮我们看一下。好。对，这是我们已经有了吗？有，这是我们乐团的前辈。啊，你不是被停，不是被禁播？哦，为什么被禁播？为什么这首歌？因为里面有一些可能性暗示或一些尺度、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我只是在刷马桶。对、啊，大家就是上去看，我真的就只是在刷马桶。没有，看不到啦，你那边还叫进去哪里看？可以 YouTube 上面还是可以 YouTube 看得到，但是它是无法被下广告啊。对对对，它就不能被推播这样。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然后就是有人说嘛，就是说你眼睛看到什么，你心里想什么，你眼睛就看到什么。你现在是在告诉那些，今天本节目是一个欢乐跟和谐的现场。对对对对，我们在说，天哪，你们真的好多想法，希望你们在看的时候可以往更其他的面向去思考，更好的方向去思考，它其实是一个很正向的。但是没有好跟坏，就是他们心里也有这一块的需求，只是你们把它勾勒出来而已，就突然间他不可恶意，然后就突然他可能就很害羞，因为突然讲出他心里面想的那个暗示或者这个小坏坏。对，所以现在他在跟他沟通，他在跟段旋吉他手说啊，我要弹哪一首歌？对，都没有听到、欸。那个段一跟谁还可以弹吗？说没问题。好是嘛，我就知道应该是在讲这些，所以要唱哪一首啦？我们唱《让我好好的哭》。对啊，怎么好意思在这里哭什么哭啊？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让我好好的哭》的 MV 上线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办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粉专啊，大家去我们粉专按赞，我们置顶文就是可以就是分享我们的 MV， 嗯，然后 take 一个你哭的时候想要他陪在你身边的朋友，就可以参加抽奖，抽 MV 里面的道具。我们有一个沙漏的灯，然后跟一个蜡烛，那个蜡烛是都是很特别的。对，那是男女主角，就是少少哥跟林慧就对望，用那个眼力电力穿过的一个沙漏灯这样。沙漏灯，对，还有香氛蜡烛。那又是哪里什么设计师的那个家具吗？那个你说那个沙漏，那是我们玻璃姐买的。哦，真的哦，没有，他也很有心啊，因为我相信呢，他给拿出来当礼物的一定有，对，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个香氛蜡烛啊，那个蜡烛，所以是烧到一半要送给人家，是这个意思吗？没有。没有烧，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啊，百里木什么那个是，对，帮助疗愈，然后疗愈，就是说你哭完很累，想睡觉，点一下就睡着了。那是 MV 里面没有点，把它点开，没有把它点开，辛苦哎，还是要故意为了送人家就不能点当道具而已，因为可能就一个吧。也真的辛苦啦，送东西送到连 MV 东西都拿出来送了，这个乐团经营真的不是很简单，子琳姐真的花很多钱，对，辛苦了，辛苦了，真的是哦。好了，你们好好表演，就来唱这支歌。好 ，OK， 好，让我好好的哭。好，你哭吧。把你的照片翻了几遍，突然很想你，去你最爱去的咖啡店寻找你的身影。再见，说了再见，以为还能再见你一面，但已失去拥抱你的每天。活在你离开的那天，在爱你的瞬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好的爱着你？爱你，说声爱你，以为你还是我的 baby， 现在只能想想你。让我好好的哭，学不会忘记你的脸，不知所措的眼泪，让我好好的哭，多在乎你也看不见，忘不掉，只能在回忆里崩溃。在爱你的瞬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好的爱着你？爱你，说声爱你，以为你还是我的 baby。
现在只能想想你，让我好好的哭，学不会忘记你的脸，空空荡荡的房间，不知所措的眼泪，让我好好的哭，多在乎你也看不见，忘不掉，只能在回忆再见耶。好，谢谢，让我好好的哭耶、yeah 欸、我刚很认真在看这个整个 CD 耶、欸、是真的就是很用心哎、欸、只有你没写啊，我没写什么，就是都红中啊，然后一个只有你没写、啊、一个李毅啊，对啊，然后一个韦轩啊，这整张专辑里面红中占大，所以你是刚来的，对对对，李毅只有一首歌，是十七啊，我好歹还有一首歌哎、欸，然后、啊、李毅什么都没有，韦轩也有，韦轩写的那个什么贱人那个词啊，对不 对, 对？其实里面有一首是我负责制作的，天哪，你就因为开车就可以不用干活、啊？有，我有负责制作一首歌啦。哦，你是制作、啊，制作音乐的部分，对，制作音乐有一首歌叫《如果可以不流泪》，是我制作的。哦，是哦，刚、啊、好他没有写上去说制作是你本、啊对对对，他故意不写上去。是啊，这边都是那个词曲原创啊。对。哇，洪宗你创作量这么惊人哦。没有啊。不然啊，因为莫姐说要发新专辑，要写歌，赶快写歌。不会啊，就是歌有些听起来就真的也蛮动人的啊。谢谢。你写歌要花很多时间吗？我写歌不用，你是词曲都一手包，还是怎样会跟他们合作？因为有像那韦轩就有写了一个词嘛，像人生就是个贱人这个词，我就写不太出来。哦，因为你一直就本身就是帮自己写不出自己的故事，对，自己很贱，无法形容自己的贱，对对对，我了解，我了解，真的也是很有想法。那他就是形容我的贱这样。对，其实韦轩很会写这种，我是个观察员。哦，真的哦，你说很会写一些反讽式的那种文字，怎么了？你在学校是愤青还是？我比较小屁孩一点，反骨小屁孩一点。是哦，所以你怎样？你看社会就是带着一些这个，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眼光。对。哦，所以不表演不唱歌的时候干嘛多？不表演不唱歌，对呀、啊，就练琴。练琴啊、哦，练吉他。那看什么书啊？看，其实我大部分很少看书，有看就是看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书。很少看书。会啊，干嘛？可是他很少看书的人写得出东西来，那你？你看很多，你写得出来吗？我看不出来，没他们是这个意思啊。他们说看很多书啊，你怎么都没写？我因为我都在看书，因为我都在看，我没有写。对 对，一直内化到我的心里。内化最好内化都讲出来。对，我真的还听你讲废话啊。啊，你创作的来源是创作生活啊？是哦，对啊，就是我很就是像很多音乐人，大家都觉得说时间要花来就是可能练琴啊，对什么之类。但是我现在批评韦轩，对不对？对，我就在批评他。所以我刚才发现练琴啊，可是我觉得看书啦，是不是？看书啦。天哪，他一直在玩弄那条断掉的弦呢，他真的很在意这件事。好恐怖，这个好恐怖的画面呐、啊！他怎么了？我好害怕、哦。我只觉得这很可爱了。对。哦，好好好，没事。那就把他打一个小小的那个蝴蝶结。我们现在就看你完成最后那个，在节目要结束之前，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形状？就类似这个概念跟感觉，你不想让他跟那个琴分开嘛，对不对？继续卷，继续。好好，哎，不好意思，我打断你讲话。不会，有些像个有些人就是音乐人啊，就是他们断弦以后，他们就是真的会把那换下来弦，这样卷到一个很漂亮，然后就摆在这桌子上。是真的哦。有些人会把它变成一只马，会个手环，都会变成一个手环戴在身上，对吧？对。那我们等一下卷成一个戒指送建安哥。好，交给你。你说一直卷，对对对，就有些人会拿它来做一些工艺品。對，就不要浪费，因为它会丢掉嘛。可是这个线条其实都是一些钢啊什么的。对，很好的。然后他们就会拿来就编织成马、啊。哇，我这些朋友，
这个马这个太 hardcore 了，这种没办法。哦，马要可能要断200多条。你怎么知道我想 cue 你变成一只马？等一下我们节目结束前就变成一只马了。对。哎，行进跳旋本来有多长啊？一条旋就大概就这样子而已，然后让你够去把它裁剪吗？还是？对，基本他就买对长一点点，然后再给我们剪短一点，然后再把它缠在一起。像我讲的那个像个音乐白痴一样，他问一些这很肤浅的问题，不好意思，很有趣。所以当它变成一个戒指的话，戒尾大概会是多少？哇，这也太难了吧！戒尾，爱来讲来讲，真是太专业哦。那你有曾经把断掉的弦做成什么工艺品吗？我有做成手环，然后戴好几个在身上，然后后来发现是一条弦就做了一个，还是很多条是吧？那可是它很勒耶，那么细。把它哦，是这个卷比较小了，但是还可以把它卷大一点。对，你就真的会，哦，你好酷哦。那那些东西呢？就是出来表演的时候，哦，就一段时间以后也是。啊，不然下次把专辑做成弦好了。对，做成。他的意思是跟子英姐讲说想出下一张嘛，因为我听不懂啊。下次把专辑怎样的这张先卖好啊，开玩笑。对对对，那个我们直播前的朋友，好不好？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现在实体真的没人买，但是没掉，因为这是杯垫，不是实体专辑。对，买了不会被你朋友笑，因为买的是杯垫。对，也没有，那里面就是你想听专辑的时候，后面还是有个 CD 可以拿出来。对，真的还是可以，但真的很少人在用了啦。因为现在电脑都没有那个润品啊。因为我刚刚真的也是看到入神，其实它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细节可以好好去探索这个设计师他的一些理念。对，那他们真的这一次你们花很多在设计，包括你们的服装上，其实今天说真的就是这些衣服看起来，如果把它做成那个外面可以贩售的话，应该也会是大家很想要有的。江哥觉得我们今天这样穿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比你们上次来穿的好多了。哦，谢谢。上次他们跟佑胜来过一次，为什么？他们这个现在是怎样？就是，我们这套服装 去学校那个运动跑不完，然后就直接来这里上班，那旁边跑的。我们这套有一个，你就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那套也蛮有想法。对，这个是一个，你有话好好说。最近有那个晋级的巨人嘛？哦，没有，这个是野战求生的概念，生存。啊，转一下啊！对对对，他是手作哎，哇，这样少女 bling。真的，你就是连裤子也是吗？裤子啊，小心都不要踢到杯子。对，裤子好像是。那個，都差不多，哎，没有哎，真的都设计师的，因为他好像成套那个。而且我觉得小乐他这一套，你不用讲别人，就站起来就好啦。你那一套就挂起来也是挺有事的。我觉得你这套脖子上戴那个干嘛？你要去打什么漆弹吗？然后直接把它戴起来吗？那是护目镜哦，真的很有事哎。对对。哇塞，那花很多钱。哇塞，好多錢。没有没有，那我们有经过设计，就要有必要让人家知道一下，就是其实你们出来是带着很多人的创意跟。没错没错，来来换你转。来，只要看他背心穿，因为其他都不是他今天随便去买的。跟他说他太热了，所以他拿去洗了。好啦，开车的，您看起来给他看一下。他的裤子都穿出来，后面就是那个，对。我的裤子就穿一半。超级有趣的，因为刚好这个裤子哦，有没有不够布料。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就是出来表演嘛，这些音乐人啊，对，或是演员朋友啊，艺人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是人家有兴趣想要去了解。对对，你们的衣服啊，或干嘛，在当站在台上也很有自己的一些风范啦。他可能希望你们真的很有自己的战斗力，但也不忘要在那个战斗过程当中展现一些帅气跟那个。我觉得建安哥真的是很了解我们的设计概念。我觉得就算我讲，我觉得我就算讲错，你还是会讲，因为我就是在这里就专门赞美别人的。你这样听到好话是一件好事。哦，当然当然当然，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这样，不断的给很多人赞美。希望你们今天也是，而且我一定要说这件事，是，这就是我们。你自己拿，好，来，我们刚刚是随意就拿给他说，哎，我们大家会写个梦想版，他毫不犹豫，笔拿起来，刷刷刷就写完了。对，写的还挺有事的。那个洪忠写的嘛，洪忠来跟你讲，你的梦，所谓的你的梦想的定义是什么？哦，不能改变起点与终点，那我们要努力的填满过程。对，现在都只是过程。我懂，但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诠释，就还是有它的独特的观点，当然，虽然也在宣传你自己的作品啊。对对，都只是过程。对，所以这句话是总老师跟你讲的，是他先拿出来写给大家看。对，我们就是因为其实人的出生跟那个结束，其实大家都不能决定。对对，那这中间的过程是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真的，每一天都是在完成梦想的时间。对啊，对啊，就是没有借口，这个时代更没有借口。然后把每一天累积对梦想的那个执着跟努力。加起来就会往那个目标去嘛，这感觉真的很励志哎。其实不愧是个创作人，我刚刚看到的时候其实有点吓一跳啦。虽然下面签名有点丑，
对，红中还 OK 啦，红中还 OK。这个不知道什么，这什么？这小乐、啊，这是什么了？乐啊，乐啊。那这个对，没关系啦。他们都说签名越看不懂才会表示，就这个人就是好像会很厉害。对对。啊，也不要这样，拜托也不要这样瞎画，还是要画出一点道理啊。你知道那些看不懂的人，就是最后做了解释以后，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你刚刚我总觉得这很像羞耻。让我解释给他。我没有要叫你解释啊。我要听你解释。哎，我这个是小乐，但小乐代表很快乐的意思，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笑脸。你看这个设计图啊，我以为是那个。啊，红中的是在哪里？这个就是不这边啊。哦、oh, ，对，中嘛，就三二中嘛，一个三二中，对，三二中，中二啊，对，中二中。有点意思啊。阿维轩是哪一个签名？维轩是 Vic。你要给他讲话会吗？啊，因为我英文名字叫维 Vic。哦、oh, ，Vic， 对，我是签名。哦、oh, ，懂，你也是偷懒。所以哇，李毅就写的最多字哎，因为你笔画也算最对，我的笔画最多，这已经给他拍一下了，这已经被我简化过了。哦，懂。所以通常我们在签名的时候，他们三个已经比我早签完，我到签的最慢这样。啊，没关系啦，就好好卖专辑，然后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回响，我们再真的办一个签名会、见面会什么时间。再跟我们说，好啊好啊，大家到粉专都可以看到。真的，这已经决定了吗？有。阿、啊、你为什么不讲？害我以为没有，我自己乱 Q 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来宾没有说这件事，有吗？有，我们到粉专那个。几月几号？现在不能说吗？可以啊，可以啊。啊你就现在讲啊。8月3号。对啊，那你有话好好说，你不说。台中成都，哇、哦，台中，你们要到台中音乐分享会，然后8月4号台中专辑见面会。专辑见面会。对，在大鲁阁。对，都在台中。对，台中。三号在成品，对，四号在大陆。对。那也会有现场。四号听起来像是一个，如果是专辑见面会，那听起来就是一个小型的演唱的概念哦。对，会唱个4-5首歌啊。对，最重要的还是要卖专辑啊。不要这样说，就是喜欢的人就会想要把他用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带着。没错，珍藏。没错。你要把那个能量发散出来啊，别人才会想要珍惜你啊。真的。不然你这么瞎唱，你看他。断了弦之后，那个忧郁的样子，人家说啊，天哪，他好认真了，我一定要去买他弹吉他录出来的音乐，大概是这种概念，就是这样，对。好啊，今天这个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先来做一个现场演唱。好啊。再来一首歌，快点。好，没问题，来唱这首歌叫没问题，是不是？叫没问题，对。哎，没问题，写一首歌也不错。不错，这歌。你这也是很会那么瞎胡乱的，哎，还我啦。好，来唱什么歌？好的，唱这首歌，这首歌是我要听那个爱恨情仇的爱，对爱断点歌，哎、欸，真的哦，对，因为我太爱你，对，哇塞，这是我们第一次用不插电演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它在里面它的编曲是那种 EDM，、哦、就蛮电子的，什么意思？对，而且这我们还是第一次用断了弦不插电来弹这首歌，哇塞，天哪，好荣幸哦，希望你们好好唱，不要第一次也在这里把它唱烂了，在你的，好，没问题，对，这也是一个，我也觉得压力蛮大的，断了弦难度，我瞒大家说，这首歌是刚刚临时突然加点的，他们没有练过，所以我个人现在既期待又觉得很开心，没关系，这个是 demo 版，不要让大家就知道就是这首歌你是练家 demo 的样子，好好表演，来欢迎你们演唱这首歌，因为我太爱你。我想忘记
我想忘记，我想忘记，因为我在爱你。你的香水还在我房间，从前是丢不掉的思念。我不想这么多这么多的回忆还在我的脑海盘旋。你的承诺我还记得，就像一把一把一把的刀宰割，想着你是折磨自己，不知不觉又拨打了你的手机。谢谢，因为我太爱你。哎呀，哦，好 demo 哦、oh, ，对比我写的时候还 demo， 真的吗？还好我有乱点歌哎，这歌这么好听，没有唱怎么好意思呢？我也觉得很好听哎，真的。对，然后你怎么那么会唱啊？我没有没有很会唱，就你是一个普通会唱歌的人，差不多。真的，去比赛也不会得奖啦。大概。有机会得一些奖，烂透了！你看还是有在意的事吗？装什么帅？没有没有，认真一下，帮自己的那个这个这张专辑做一个介绍。介绍，对啊，好不好，对不对？这是这一次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嘛。然后这也是你们今年有什么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年都过了一半了。今年啊，今年就是希望就是能把专辑就是好好的让更多人认识你们，更多人认识我们。你都那个身边的团员都一换再换，又换又换，换了又换，换到现在把朋友都找出来了。对。这是好事，好事，当然当然，就是希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扶持嘛。对，因为大家都是一起走过一些风风雨雨。对，弦都断了还能够唱。对啊，对啊，弦都断了还能够弹，不错。对啊，表示就是大家其实真的都是专业的，然后其实对音乐的爱都是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打击，就受到太多太多的那种挫败感。对啊，你们有挫败吗？不会不会不会，他还小，他还在念书，他没关系。对，他没差，他投资风险很低。当然当然，你就算你不爽我，我就走啊。那我还有我还有书念呢、啊，对，又不像你就全部栽到音乐里了。是啊，好了，你都全部栽进去了，好好介绍一下这张作品。对，这张专辑呢，其实是从我们那个以前到现在啊，就是完全就是都是这一两年写的歌，真的纯手工，然后每首都是自己的。然后这专辑最重要的是，现在因为大家都不买实体，你又来了，认真讲那些是不用讲，我们还是要就是出实体要。对，因为我觉得实体它里面还是有很多让人家就是能去玩味的地方。有有有，就买回家你会开始是从它的封面啊，然后它的那个
CD 的一些就是简介，对，然后歌词。实体它拥有的一些温度是很多 YouTube 啊或是串流音乐没办法比的。你不要随便讲话，你好恶心哦！你讲的好好，没事啊，开玩笑的。真的哎，这个我懂了，我懂。这种东西拿在手上，真的真的它是有重量的嘛，对，就不像一些就是空中飘的声音。大概0.5公克这样。对，然后放着音乐，然后看手拿着歌词。有，就是爽，你把爽拿在手上，这是多么棒的一种状态。对啊，对不对？想要爽还不一定有呢，拿着就有。对，没错。然后这里面的核心主旨就是从我们的人生就是个贱人，到我们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都只是过程。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对人生对这八个字的一些体验，对吧？其实以前还真的不觉得自己会经历这八个字，真的。对，可是这是他28岁，也不用讲太早。对啊，对啊。那发现现在还是没有，还是现在还是有，就开始会去思考了，对，想跟大家就是去交流一下，对啊。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专辑很少，就是已经开始有一个专辑概念核心这样一条龙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张专辑很可贵的地方。我觉得是，然后希望他们都没就是能感受到你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你们的诚意啦，真的从设计啊各方面其实花了很多心思，也不惜给大家就是可以有追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没错，跟诱因，好吧，好听的歌，然后这些也是。就是算是对音乐很钟爱的，然后也很忠诚的人，没错，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写好歌唱好歌。8月3号、8月4号在台中有机会看到爽乐团，大家可以上他们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去了解一下。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做分享，写个爽，我们今天这个爽乐团也带来3张专辑，呼应一下他们爽乐团元年，希望带给大家更多可以跟他们交流跟认识的机会，没错，对不对？今天很开心你们来现场演唱，我们今天最后决定送你一张完整 MV 播出的机会，耶、yeah! ！待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不要忘记来看他们这个好看的这个 MV。听说女主角很漂亮，谢谢爽乐团，谢谢，记得去台中和他们见面哦，8月3号、8月4号，好吧？台中见啊，是，耶！台湾大明星，下次见喽，谢谢大家。还是说你们如果都不满意的话？这件呢，其实是我们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一个，这个礼服，然后这样上面都是镶钻的。那我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折扣。你们喜欢吗？嗯，还好哎。你去那边看看吧。嗯，好，没问题。我想，如果是你穿，一定会很美。再见你一面，但已失去拥抱你的每天。我在你离开的那天，在爱你的瞬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好的爱着你，爱你说声爱你，以为你还是我的 baby。现在只能想想你，让我好好的哭，学不会忘记你的脸。空空荡荡的房间，不知所措的眼泪，让我好好的哭，多在乎你也看不见。